我晓得那一天迟到了，你有两个朋友很危险。动手！第一步是抢劫，第二步都是应该杀人。接下来该啷个做？当死！今天你能闯到我们兄弟伙那种杀人如麻的巷口？啊！老子是警察，做任务。 cosplay 警官，都这么熟了，躺了一下。哪和你说话嘞？人生就像一场戏，这个样子你还想当戏？当错一次，因为永远才想。我都是捡了钱，好累哦，我又咋个了？他们要弄死你了呀！那个多年兄弟，我恨到里面的。我有今天，就是厉害的。我是主角，我必须回去。 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说白了，京城都是要换个活法。猪大猪小，再创辉煌。蜘蛛侠、蝙蝠侠、钢铁侠、神雕大侠、哪个不戴面具？以后我们兄弟伙行走江湖，诸侯都叫头盔侠。